出来三个礼拜了，在四季如春的滨海城市圣地亚哥，虽然真是有点不舍，但是还得该回家了。回到熟悉的城市和街道，感觉怎么都很亮堂，很亲切。十一月中旬，叶子都红了、黄了、紫了，非常漂亮。在这里跑跑步也是非常爽。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又到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了。非常感谢在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尤其是家人和孩子们。每年以前过节都是烤火鸡，今年就准备烤一个中国特色的烤鸭吧。珍惜自己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，更别忘了在远方照顾老父母的兄弟姐妹们。最后，让我们用我们的行动，让我们的亲戚朋友家人知道我们的感谢。祝各位感恩节快乐！